又是只猴子，蜘蛛。 结果了他，不妨。 法名广谋，若是今日死在你手，帮我带句话给师傅：肉眼凡夫，求而不得神仙苦，半荣半枯，几人之事长生。前门，忘了最好。那三口钟，屠佛。没。 我今年270岁，空撑了几百件袈裟，怎么得有他这一件？不！广智、广谋，那袈裟我不要了。 500年了，我重建了观音禅院。诛杀掳掠，你我又高到哪里去了？ 手段都使出来看看！难道你不想长生吗？有点本事！ 有种，跟我来山顶挥挥！